们看一下这个图，您会想到什么鸭？想到荷包蛋，早餐的荷包蛋，对吗？又想到什么？超越二元对立，请你告诉我二元在哪里？那两个蛋。那什么是二元啊？那一元打破了。对啊，嗯，两边不堕，两边重生。嗯，那也跟真中性一样会摆。果然是太近了。对，嗯，对，好，来真中性，嗯。第一个看到这个，哎，真中性第一次发言。对。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看到旁边又有两组的人的在建构人类生命的开始的起源。嗯。告诉你，这是同时展现生跟死的对话。嗯，好。好。好，所以都在说梦话，对吧？但是这个很好，因为这个都没有对跟错，这就是训练直觉思维嘛，对吧？我们常常想半天，那都已经是逻辑思维了，那个线了，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师父今天要讲的那个主题是生死对话，所以你的回应应该要扣住生跟死。当然啦，二元对立，蒋若华讲二元对立是很好啊，对吧？但是问题是你没有讲这个二元指的生跟死啊，你是讲蛋壳两边啊，对吧？嗯，那荷包蛋一面有熟，一面没熟，那也是二元对立吗？当然不是啦，对。所以生死，我现在考大家，你认为这样子是生还是死？是生哦。对吗？认为是生的，请举手。好，要举好哦，要举好啊、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好，谢谢。十八，那其他没举手的呢？是代表什么？是死吗？是死吗？是死吗？认为他是死的，请举手。好，那你特立独行，你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他是死。师父，好羡慕啊！各位学长，妙吉祥如意，我是黄淑儿。我看到了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太阳，所以代表生。他是太阳，那月那个什么两个蛋被打破了，我觉得他是死，这是我的感觉。好 ，OK， 所以他认为那个蛋是太阳，所以他主张那个是生啊、哦。师父一再强调，虽然这没有对跟错啊、哦，只是。就是说你要诠释的时候要吻合这个主题嘛，生跟死。那我要请教您一下，你认为它是生，可是打破以后鸡蛋是死了还是生啊？蛋打破了，它变成它是死还是生？不是这样子啊，我就说像这样子它是死还是生啊？它是死。所以你看到什么？它生跟死是一体的两面。就你从哪一个角度切进来看，这是一大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死亡是生命的转换点。因为蛋被我们打破了，它死了，所以它转换成另外一个生命的现象来跟我们见面，这个观点是一定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去关注这一点，因为我们常常会就是只看到死的一面或单一的生的一面，所以我们就会很容易落在生的喜悦、死的悲痛当中。可是我们从这个蛋里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生跟死其实是一如，就是说，就终极本质而言，它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就现象界而言，因为你的造作的行为，导致你现在要面对生，导致你待会要面对死，所以那始终是现象界在变动而已。就终极本质而言，它是没有变的。所以我认为这个
这个照片是特别珍贵的，因为如果我们思维没那么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是看到它就是带来生的喜悦，但是我们忽略了蛋是死了，对吧？所以才会有破壳而重生嘛，对吧？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从每一个现象里头要关注到，其实它一定是一体的两面。那这个就是颠覆我们的传统嘛，我们的传统一直认为说只是单一一面啊，这个是电脑就是电脑，就是不能再做什么其他的用，然后沉迷欲就是永远就是沉迷欲，沉迷欲你还可以做什么用吗？你可以为人妻啊，那你可以为人母吗？不是吗？有点难而已嘛，是只有有点难而已，代表他还是很想的嘛，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第十三集了啊。好，我们的课永远都是把古老2500年的古老的佛法，要在这个新时代里头活出它的精彩，以及它的时代的运动性啊。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师父的课就会特别重视世间的方法跟出世间，出世间就是超越世间极限，这两个方法要并进。比如说人家你这样子讲，那没学佛的人还是听不懂啊，什么叫世间，什么叫出世间。世间的方法比如说我现在欠人家1000万，那就很苦嘛，对吧？世间上面我就很苦，因为我无力偿还嘛。出世间是说超越世间的束缚，是说你现在虽然是欠人家1000万，那代表你的那个命运已经荡到谷底，那就是负能量特别强的时候。然后出世间法就给我们非常多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释放负能量，忏悔法门，你可以摄取那个诸佛菩萨的高能量，怎么摄取啊？诵他的经，持他的咒，念他的圣号，来摄取高能量，注入到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帮我们提振我们的负能量，成为正能量。正能量，我们就摆脱了恐惧，我们开始重生，有信心啊等等。所以始终是能量在变换哦。好，所以世间跟出世间法是并进的，解行并重。解就是理论基础，行就是落实践行。全实双张，全巧方便，就是指世间法。实就是实相，就是如如不动，指出世间法啊。这三个其实讲的是非常相近的啊。好，今天的学员分享是哪一位大德啊？好，等一下，你先等一下，下个礼拜谁要分享啊？下个礼拜，来 1, 2, 3, go， 有吗？还是没有吗？好，那我们下一次的那个法会还会继续延续这一个的游戏规则哦，有上台的才能够参加哦。好，来蒋露华。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很高兴法师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跟法师认识的因缘是在法师刚从英国回来，然后开始对大众公开紫微斗数论命的时候认识法师的。我是很惊讶，因为我当时我还在上班，我花了1/4的薪水去论命，因为我找不到我人生的方向，我漂浮像个浮萍漂浮不定。直到我听了，我既然想说我要去论命，这干嘛要听3个小时的演讲？结果没想到这个演讲让我改变了一生。为什么？因为法师既然在3个小时之内把他的修行的精华在3个小时之内用非常浅显的道理让我懂，我终于知道我的命运从哪里来，我宇宙的道理是怎么运行的，然后最重要的是我拿到自救的方法。哪怕今天医生跟我讲我下一秒钟要死亡，问题是我现在用正精进的方式，用对的方法去做，我下一秒钟我的命运已经扭转了，我何惧之有？
所以我当下跟法师讲，我不用再论命了，因为从这三个小时的演讲里面，我已经拿到，我终于可以不再花钱去论命。所以我跟法师讲，我不用论命吧，法师您把时间省下来，这样子。所以这完全从那时候开始，完全改变我的一生，因为我是从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到现在，愿意为动物，为一些，这都是真的是完全180度的转变，这真的非常感谢法师。那法师有太多，我真的是三分钟讲不完。为什么？因为跟着法师20年，我跟法师完全没有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一般的听众。然后法师的高贵的，他让我感动是高贵的人格，因为从长岛计划，我看他从零到有，为了学校争取到这个 case， 照然后花了很多精神去弄了很多，去 找老师，去完成各种的课程，然后最重要他还募款，然后集合众义工，组织义工，然后全是为了无偿奉献来服务这些长岛的学生。所以当时长岛学生要离开台湾的时候都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没有遇过这么感人的事迹，所以真的很谢谢。那因为我赶快讲，大概我本来列很多，所以这个就是那一样的法师在最后一个活动的时候，把他长岛给他的高额薪水当着大家的面捐赠给辅大的宗教学系，一分钱都没有拿。这中间的流血流汗，真的陆华看在眼里。另外，所以这为什么说佛陀教育基金会14年来法师没有拿过一分的净施金，反而是每个星期都大量的回馈给佛陀教育基金会，这是不得了。那法师的很高深的运筹帷幄的能力，所以法师他所展现出来的活动绝对不是一般，因为他有融合他以前的所有他在上流社会所看的见识，他用他的智慧展现出来，所以绝对是让我们又惊又喜。所以我们是真的有很大的福报才能参加法师的所举办的活动。还有我真的提醒同学可以注意法师的管理能力，运筹帷幄的能力。我们不是来上课就只要学佛，这是法师整个通才里面一点点能力而已。我觉得法师就是一块宝嘛，那我们眼睛要张大眼睛去学。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接驾，我们到底是用同学的角度去接驾，还是用文书的精神去接驾？我们如果用同学的角度去接驾，就是站在路边聊聊天啊，等待法师的车子到啊，这样就很一般，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不是吗？如果我们今天用文书的精神去接驾，我相信表现的绝对不是这样。那当然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又活出文书的精神，绝对是成功的。谢谢。好，感恩您的那个延长发挥啊，已经有三个人是余时了，王慈锦、唐祖立讲那个陆华，好，要一定要学会控制时间啊。虽然你的发言是无比精彩，没错啊。但是还是要控制时间呢，要在时间的规范内把它更精简，然后把它展现出来啊。好，蒋陆华他讲错一点，他说他没有论命，他有论命啦。我到现在都记得我怎么跟他讲，我说你走错行了，你应该要走医药业。他说啊，对，我本来有考上那个。什么台北护专啊，是吧？台北护专，对，是。所以我，20几年前啊，师父到现在，历历如在眼前啊。你真的不能小看师父的那个记忆能力哦，对。所以为什么你说，我能够记得他们家的陈燕义啊，他们家的蒋文斌啊，蒋方平、蒋清平啊，哎，那对我来说那是太小的 case。各位，你们的正确修行这种能力必然能够做得到的。好，然后他把师父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始终维持一无所有。我从出家到现在20几年了嘛，对吧？始终维持
一无所有。即便我的担任长老计划的 CEO 的时候，那真的是 high pay， 薪水很高，拿的是美元，他一定要你开一个美元的账户，然后薪水是直接从美国汇进来，我不是领辅仁大学的薪水。但是每一次我还是都是把它奉献出来啊，我还是维持一无所有啦。简单的说，我就是时时都是在一无所有。我记得第一场人生小宴，十二月十号，我讲过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你们还记得吗？人生小宴召开日，当然啦、啊。诺贝尔奖颁发日，好吗？我讲过对不对？你们都不把它当一回事，你给我记住。好，所以修行一定要修到那你的视野非常的开阔，然后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样子嘛，对吧？这样人家才愿意跟你做朋友嘛，你才会变成是益友嘛，对吧？啊、哦，好，所以蒋璐啊，看到了师父很多，也许你们都看不到的一面，比如说管理能力，对，管理能力，当然你一定要很亲近师父，你才可以看到师父。礼拜五晚上一定是要播出那个教学相长嘛，对吧？但是礼拜五通常佛陀教育基金会就已经挂出那个新一期的视频出来了，所以师父就要边写教学相长，然后边下载佛陀教育基金会的那个视频档，然后同时又挂 YouTube， 所以我教学相长播出的时候，我同时我 YouTube 也做好了，然后可以丢给钟先理，他就跟着去挂那个腾讯，所以这种能力一般人没有办法。因为你在写教学相长，你是需要用脑筋的，对吧？那你就会受到干扰啊，对吧？但是你需要训练嘛，你不能说，哎，这样子我就没办法啊，没办法就没办法，那只好也就没办法。应该要训练，应该要训练。每一个人潜能是无限的，一定可以训练得出来的。好，那因为时间很紧张嘛，所以我这一章就跳过了啊、哦。好，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是要邀请曹慈敏，好吗？掌声鼓励。知道为什么邀请曹慈敏吗？知道为什么吗？哎，你们都没有关注他吗？师父不是常常讲你们要关注周遭的人事实地物嘛，对吧？这个叫做你心很安定嘛，你心很安定，你才能够关注到。你心不安定的话，就一大票人马路过你的身边，你都不知道哇，竟然有那么多人路过，对吧？所以为什么要邀请曹慈敏？曹慈敏这个学期改变了，变好还是变坏？变好。好，那你说说看，他好在哪？师父妙吉祥如意，各位学长妙吉祥如意啊、我观察到是他承诺跟师父说他不迟到，然后第二他的法布施啊、也节节上升，对，法布施也节节上升，对。然后还有为什么要请他发表高论呢？就是说你会发现他的那个课堂的坐在椅子上面的课堂的分享的内容是越来越精彩，而不像以前那样子的单薄，或者是说十倍题会答对，他现在可以侃侃而谈，所以我发现他一定有惊人的进步，是我们所看不到的。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请他下个礼拜来跟我们分享，好吗？曹慈敏哪一位啊？啊，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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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诱发你举手。你看到师父很毒，对不对？也许你们都在想，师父什么时候要开放报名了、啊？我要等啊，对吧？是吗？师父通常都是两三点就来发出通知，说我要一点就起身来等，结果没有想到，等到了是师父已经既定了，这九个人，刚好九个人已经分享过了嘛，对吧？这个不是不公平了、哦，
是绝对公平。为什么？师父每一堂都在讲，你一定要提高你的课堂的参与度，你一定要想办法分享。分享多重要啊！灵柔的分享绝对成功。为什么？太多人受他影响了。就觉义轩的陈静秋，他是一个医师啊，他本身就是医师，但是他有高血压，他没有办法控制。然后他听完灵柔的分享以后，他发愿他也要念十部经。灵柔赞不赞？对嘛，所以我就说你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全球性在影响你，真的不能小看。所以为什么师父，你看师父棒不棒啊，还特别开辟一个时段 让你有法布施 的那个机会嘛，对吧？你为什么能够待到 都不开口讲话、啊、你的一句话也许能够救好多人的性命。特别现在太鲁阁死亡高达56人了嘛，对吧？也许还会再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任何一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任何一个机会做分享。转发也是分享啊，对吧？恭喜你快要突破1900了啊、哦、现在是18多少啊？向2000迈进。是是是是是是，未来的文书。好，来，热烈的掌声，我们来献给基金会的创始人简丰文督导，朱一春执行长，阮桂良副执行长，全球直播资讯主同仁，还有我们基金会最可爱可敬的所有的工作同仁，我们要献给大家妙吉祥如意。妙就是不思议、不思善、不思恶的利己终极本质，挥洒到全整个宇宙的吉祥圆满。好，同样的妙吉祥如意献给到场的大德朋友，还有云端的听课的大菩萨，非常感恩您哦。你们今天精神很好啊。哦 ，sorry， 今天好像有新人对吧？有新人，所以您是严姓林吗？好、哦，严姓林是您吗？哦，是男士呢。啊，我误以为是女性。谢谢您每天都给师父点好多好多的赞哦。哎呀，师父因为有你，所以心花怒放啊、哦！再一次感恩您了、哦。如果您是那个严姓林，那么您就是唐宝莲哦。你看嘛，师父未卜先知哈、哦。好，待会会请两位来谈一谈哦。好。哎，现在就请了，好吗？好，来。哦，我第一次哦参加这一种聚会，是，因为也没读什么书了，所以说也不太会讲话。哦、你不太会讲话就讲这么多了哦，太厉害了。我祝大家、哦嗯、身体健康平安。哇、哦、谢谢，太好了。所以你看吧，大菩萨很厉害，他有带来期许对吧，给大家祝福，这就是期许大家身体健康嘛，对，然后跟大家引起那个同频共振嘛，对吧？非常好，严姓林大菩萨，唐宝莲。大家好，我叫唐宝莲，我是跟我们的邻居一起来的。哦，是第一次上这个佛堂课，是听法师讲课这样子。哦，谢谢大家，身体健康啊、哦，非常好，非常好，唐宝莲。所以我们再次热烈欢迎严姓林还有唐宝莲啊，两位大菩萨，也感恩那个师。他原来叫思源小师 FB 的那个花名啊，身份证叫思静平，安静的静，萍水相逢的萍啊、哦。好，那我们课堂上还是用实名啊、哦。好，现场到课独享六大福利，我们还是要来尽快的来讲一下啊、哦。就是说你需要填这个学生名单。因为这个无比重要，就是师父每天会为到课的同学
来回向啊。还有你也可以填，如果你的亲友有困难的话，你可以填这边，这边叫眷属的回向名单，亲朋好友都可以啊。还有课堂的现场高能量，哎，这已经很多人分享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点了。接驾送驾队伍越来越庞大啊，非常感恩大家啊，这个是真的，功德无可限量的。大杯水，一定要经常请大杯水，然后要使用大杯水。现在疫情很严重嘛，所以你需要洒进这整个空间，你的家、办公室、车里也可以，车里、车外，轮胎最重要，轮胎。撒进车子的时候，因为你轮胎经常压死生物，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压死蚯蚓啊、扫老鼠啊、蟑螂啊，对吧？所以轮胎要撒，屋里、车内、车外都需要啊，也可以喝，也可以净身哦。好，所以这一次有跟上法会的，我们就有机会4月17号到。谢灵府去跟着师父一起洒净，那个时候也会让大家练习哦，现场练习洒啊，对你一定要练习啦，因为你看师父做啊，太容易了，太 easy 太优雅，你自己拿起那个杯子来都乱洒。上次不是让你们练习吗？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践行的重要性啊。你跟着师父学佛，师父会传很多的招数，因为这些方法都是师父在师父的家师商务下面长老之下，学到了非常多的私房的秘方啊。好，大杯水，然后困境的咨询，下课以后你自己的私人的困难可以来咨询了，好，施以解惑啊。哎，那个有本养你们贤伉俪，那个清明节你们又赚一大票对吧？你看两个笑得那么开心对吧？哈、哦，是不是？哎，你哎避重就轻都不回答啊、哦，对吧？师父有特别加持。真的，是，所以师父说，哎，你们又赚了一票，不是随便乱讲的。好，圆满清华这个我们跳过啊。好，好，今天我们要讲生死对话啊，生命存在的意义啊。佛教的经典告诉我们，诸佛菩萨以一大事因缘，他就只有因为一个原因出生在娑婆世界，为什么呢？待会我们看了就会知道。然后诸佛凡夫俗子是分段生死，分段就比如我70岁我就死了，然后我就投胎转世，这种肉体的死亡叫做分段生死。可是诸佛菩萨他不是，他是变异生死，他用的是变异生死。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呢？待会师父会来跟大家分享啊、哦。那菩萨与众生共生死哦，那你说，哎，菩萨不是都已经证悟了吗？对吧？他为什么还会死呢？对，因为他不舍众生嘛，他来到，发愿要来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教导我们，所以他就会扛这个娑婆世界的共业，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一个空间存活嘛，要同一个频率，同一个共业才会能够在这个空间存活，所以他也会。受到众生的共恶业的牵累啊、哦。好，那因为今天有新人嘛，师父尽快来解释一下。学历的背景，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两个硕士，一个是辅仁大学宗教学硕士，另外一个是玄奘学术研究院的佛学硕士。学术论文。核心期刊20几篇了，讲座上100场，在中国大陆有67场。现任觉熙轩弘化平台的 CEO， 也是我们宗教与和平协进会的
这个理事，历任就是刚刚蒋露华分享的辅仁大学的这个CEO， 这个合作方案的 CEO， 然后也是我们海明佛学院的教务主任，还有海明市的书记啊。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短片，叫做《心心相印，师生情》啊。师父的课，因为都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嘛，所以一定是从一个视频来导出，帮助大家了解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来把修行身心灵整合的方法用上去，这样子我们可以强大我们的生命力哦。这么优雅的配乐，当然是来自所谓的四圣玄啊。等一下，你不用听声音，因为讲泰语啊，所以要看字幕哦。超，สวัสดีครูสิ。超。งั้นเดี๋ยวหนูขอพาเช้าเข้าไป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นะคะเชิญครับเช้าไปเรียนกันนะวันนี้เรามีเพื่อนใหม่มาแนะนำนะเพื่อนของเราชื่ออะไรครับเฮ้ยไม่รู้จักชื่อตัวเองว่ะสงสัยจะติ๊งต๊องว่ะสุเมธเบาๆหน่อย同学都笑他笨蛋啊คนเปิดหนังสือจ้ะวันนี้เราจะมาเรียนเรื่องสี่เหลี่ยมนะ注意这个铅笔盒哦ผมขอฝากเด็กคนนี้เป็นพิเศษนะครับคุณสู่ค่ะพ่อแม่ก็มาเลิกกันไม่รู้เวรกรรมอะไร注意他的眼神เช้าสวัสดีครูสิเช้างั้นเดี๋ยวหนูขอพาเช้าเข้าไป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นะคะเชิญครับเช้าไปเรียนกันนะวันนี้เรามีเพื่อนใหม่มาแนะนำนะเพื่อนของเราชื่ออะไรครับเฮ้ยไม่รู้จักชื่อตัวเองว่ะสงสัยจะติ๊งต๊องว่ะสุเมธเบาๆหน่อยเพื่อนของเราชื่อชาวนะงั้นชาวมานั่งตรงนี้ละกันทุกคนเปิดหนังสือจ้ะวันนี้เราจะมาเรียนเรื่องสี่เหลี่ยมนะเรียกว่าสี่เหลี่ยมThank you.
老师手上拿了这个东西。他的眼神有进步了。注意他的动作，注意他的动作。注意他的动作，确实是星期四。
นทางใจซึ่งผู้เป็นครูแท้ก็ภูมิใจและภูมิใจอยู่แล้วพระราชดำรัสของพระบาท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ปรมินทรมหาภูมิพลอดุลยเดชพระราชทานแก่ครูอาวุโส9ตุลาคมพุทธศักราช2516好好来分享 One, two, three, go 蓝萍哦，好久不见啊，你出国留学了吗？师父妙吉祥妙吉祥如意，嗯，各位同学妙吉祥如意。我看到这部电影短片的感觉，就是当他有一段不是刚好是那个老师换不同的老师在教课，对，那个老师不在课堂上，对，然后他发现没有那个老师的时候，他整个人情绪就整个受波动，是是，然后在那个一直绕圈、嗯，就像在关在一个密闭室里面，他看不到阳光，是，然后后来打电话请那个老师回来，对对，老师一回来，他看到那个老师以后，然后让我第一个感觉就像，师父片头的那个鸡蛋。是那个太阳，那个阳光，对，好像破了壳一样，然后看到那个老师，就像那个太阳升起来的感觉，是，就是这个人很感动，嗯，很感动，对，老师等于是他的一道阳光，然后带他走出来，对对，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有深度，谢谢您的分享，好，这边有吗？好，王敬仁大菩萨。他开始发言，在。师父各位同学，妙吉祥如意。妙吉祥如意。很谢谢师父今天播这一篇。我们给王敬仁大菩萨掌声鼓励。看到影片。再一次热烈的掌声献给王敬仁大菩萨。嗯，完全跟我们家小朋友王永成的状况，对，是一模一样。是，但是，陈如师傅讲的，要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很难。是，我们家小朋友曾经被逼迫在家自学。嗯，那我的同学因为这样子，得了忧郁症。哦。是是是，然后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处于这种状态，哦，已经二十几年，二十几年，嗯，然后一直到可能是也是一年成熟啊，那透过我们长官，然后来这里认识的事物，是，那事物用比较用另外一种方式，对，来开导他，对对是，然后让我也发现说，我自己从前扼杀自己小孩的天赋，是。很感谢师父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案例，是，然后重新去面对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有类似状况的家人，是是，很谢谢师父，那特别特别感人，就是说，正如师父所讲的，跟对师父，用对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我也是希望要持续跟着师父学习，是，特别感恩的王敬仁大菩萨，再一次热烈的掌声献给王敬仁大菩萨。2月4号，也就是我们春节来临前的最后一堂课，王敬仁大菩萨带着他的少爷，他们家的少爷现在在嘉义大学上学啊，就学。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案例。可是，在师父的眼里，他到最后，他也跟着排队来问世嘛，对吧？但是陈明玉可以作证，因为陈明玉就在收拾电脑。然后师父一直发现那个孩子王友成这个孩子真的很了不起，他的思维不是一般人。他跟师父叙述他的就学的。种种啊，你很难想象他的思维超过各位啊，他那个层次是极度分明的，
极度分明的。再来，他也谈到他喜欢网游，然后他说我不想要网游，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说网游本身不是坏事，是你过度了，那你可以学习控制嘛。他说哦，是这样，是这样子，他懂了。所以你看到他的智慧是非常高的。我那个时候我就跟王静仁讲，你可以不用担心他，他智慧真的很高。今天这个影片也证实，自闭症的那个儿童他智慧是很高，对吧？因为他在脑子的某一个部分，他可以精密的快速高速的运作，可以知道说哎，这个相对应的是礼拜几，对，是。所以当然啦，他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困顿，所以我们要赶快来看一下师父为大家准备的那个师父的看法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短片，也是我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是他脑科学的部分。因为我们讲师父的课要讲佛法，然后要讲 AI， 中间就一定要借由脑科学嘛，才能够这个过渡到 AI 这边嘛，对吧？因为 AI 也讲智慧，智慧世间的智慧从脑来啊，对吧？出世间的智慧从哪儿来？师父讲过了，是出世间的智慧从哪儿来呀？这样不会啊，不就是本具的吗？宇宙万象本具的嘛，对吧？它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它本来就是在那边，然后只是因为我们太多的业障，我们障住了，我们没有办法觉知它嘛。所以为什么师父一直要训练大家要敏锐度，一定要提高你的敏锐度。你要借由平常，你就要不断的关注，这个周遭的人事实地物，不是只有关注你自己而已啊。周遭的人事实地物，这样训练，你的心就慢慢的敏锐起来嘛。这个是无比重要的嘛，对吧？好，这一段影片是特别感人的啊、哦。基本上它是一个微电影，有11分钟哦。我们要特别感恩呢，陈国栋大菩萨帮师父从那个 YouTube 里头导出来，因为 YouTube 基本上你是没办法导的。为什么 ？YouTube 只供转传分享而已啊，它不是要让你下载下来干嘛？但是它有办法了，它很厉害的。所以师父有这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就去请教他，他帮我们导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看到这个片子啊。这个片子来告诉我们，就是泰国年轻女性的特教老师，特殊教育的老师，就是自闭儿啊，或智障啊等等等等，听障啊、视障，这些都叫做特殊教育，英文叫 special aids teacher， aids 就是帮助，这个学生需要一个特殊的帮助，那你就是那个班上的老师。啊，他怎么拯救自闭儿的？他是一个真实故事，在泰国改拍成为微电影啊、哦。好，然后自闭儿在女教师的关爱之下，不由自主的，他打开他的心扉。因为自闭儿为什么叫自闭？因为他会封闭嘛，他把他自己封闭在他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情境感受当中，所以他走不出来。这个是因为他的脑部的发展的问题。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到，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儿童，付出爱，然后你会经验奇迹，你就看到奇迹。这个小朋友小超，他就是一个后来这个小朋友，你看自闭儿他可以变成一位老师，对吧？这中间他的生命的成长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女老师给他生命力帮助他。自闭症他的临床的行为就是他注意力经常落在无关紧要的事物上。我为什么叫你要看他的铅笔盒？老师在上课，他没有在注意老师啊，
他只关注他想要关注的。你看他的铅笔盒整整齐齐，他把铅笔拿出来也是排得整整齐齐，那个橡皮排得整整，这就是他希望关注的，他就做得特别的好。然后他人际交流比较会是一个障碍啊，然后他的语言也是会有障碍，因为他的那个语言的那个理解的能力，还有他的发言的那个能力也是会受到障碍然后呢，他会重复刻板的行为。师父不是有教你看他一直绕圈儿有没有？那个就是他一直在重复刻板的行为，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们都已经看晕了，但是他不会晕，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他老师为什么要阻止他？为什么不让他做？这就是好几个自闭症的治疗方法当中的一个，叫做行为疗法，就是你要阻断他。他正在发作的时候，你不能纵容他这样一直做，你要阻断他，帮他建构一个他阻断了以后，然后你就会要告诉他说，这样子的行为对他的脑部是有伤害的，然后你要帮他建构一个新的行为模式。这等一下都会讲到啊。短片中的乔五就是小超啊，自闭儿，展现的是面部没有表情，有没有？我们看到他都没有表情，然后眼神也是失神的，对吧？其实自闭儿啊，他不是不爱说话，他不是哦，他也不是不爱跟人玩啊交际啊，不是哦，他不喜欢简单的游戏，他不喜欢。自闭症的那个族群呢，他也属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因为他的脑部受到伤害的原因，所以他们在脑子里，感觉很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装进去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外人不能理解他的。所以你一定不能小看自闭儿，自闭儿他的智慧是相当高的，你看到小超就知道了嘛，对吧？超乎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他的智慧的发展，自闭症以前也有讲是那个亚斯伯格症，我们的柯文哲市长就是亚斯伯格症嘛，柯文哲市长也是智慧相当高嘛，对吧？所以不是说自闭儿他就智慧很低，所以老师有纠正那个同学骂他说他是智障，他说他不是智障，他是智慧相当高的。我们政治妹的少爷梁威明，他不是也在事务的那个那加持考上了交通大学嘛，对吧？他也是自闭症嘛，对吧？所以不能一定不能小看自闭儿，我们要省思的是说罹患自闭症的主因是什么，你从脑科学里头来说它可能是怎么样，从因果律上面来说，有没有人要回应这一题？为什么有些人他会罹患自闭症？从脑科学或从生理学也可以，或从因果律，没有的话就师父待会会讲哦。如何帮助自闭儿，你认为应该要怎么帮助他呀？好，所以在这边答案，圣贤语录有一句是，爱是无尽的感恩，爱是永不止息的陪伴。你看那个他们老师不是经常都去图书馆找自闭症的那个资料吗？其中里头有一个就是说写到要给自闭有大量的爱，拥抱他，后来他的老师不是拥抱他吗，对吧？所以他施展了爱是无尽的感恩，感恩呢这个学生带来生命的启迪，爱是永不止息的陪伴。对，是好。你们有体悟吗？你们有体悟吗？当你的孩子给你带来困扰的时候，你们有体悟吗？有吗？张彦斌，你的小朋友不是也生病吗？你有体悟吗？可以，感谢法师，莫学张建斌，
我有儿子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可是你儿子不是自闭症啊，他是精神障碍嘛？是。对，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但是他数学超好的。他数学，我不晓得和他是不是一样，我不知道。他微积分以前还没发病前就很好，发病不行，现在因为想要靠近靠近，因为想要排除这个因素，对，想要排除这个就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那个精神病的符号，所以说他努力想要转学，想要转学师大，因为师大只考一科微积分而已。我说只考一科78分哎，很高哎，你考不上啊。那我说你要不要去补习？他今天就跟我吵架。我说我就是不要吵架，就是不要补习，因为他在补习班一分一下，一分一下，所以说他在那边受到的算是折磨非常强啊，一分一下，而且那个老师少一分打一下。那个补习班体罚的补习班主任很奸诈。他说还叫我们签那个什么签切结书啊。他说到时候我们告都不能告他。他说说实在的，到底是我们的错还是怎样？因为那个补习班不是我找的，我也跟我老婆也吵架吵很多遍了。他说到底是那请问你还有跟谁不吵架呀？跟我自己不吵架。没有，就是主要是这个小朋友造成真的就是有点和刚刚那位师兄也一样。对，我也很忧郁啦，但是就看我哈拉哈拉，但是事实上我也蛮忧郁的，但是觉得说这种东西是损他，就是说我老婆我就看不惯我老婆的一种方法，就是说一直跟他抱抱。我们家族没有这种习惯。那后来我才看到这一段。对，就是要抱，是需要用抱。对，靠，早上跟我儿子吵架是不对，我应该抱他才对。你是不是回去应该要向他忏悔？抱抱就好，抱抱就好。我不敢忏悔，不愿意跟他忏悔。你还是没有释放负能量，面子不够啊，丢脸啊。我说啊，这有什么我丢脸的？这有丢脸吗？我常常都跟我的徒弟忏悔啊，对吧？我也向全球的大众忏悔啊，是是是，忏悔。是要学习嘛，要不然你一直就扛着负能量，你走不出来的。是是是，对嘛？是呢。好，感谢。应该要忏悔啊，应该要忏悔啊，是呢。好，谢谢您的分享，来，好。祥桂芳从林口下来。有了有了，师父，各位同学好。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很这有关这方面是我的在美国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对，然后他的孩子有两个，其中有一个他的孩子是爸爸是在 Merck 药厂里面好大的药厂，有一个 Merck 专门的研究室，他专门做药学研究。对对，妈妈是会计师，哇，都好优秀。对，然后他们有一个自闭的孩子而且是过动儿。对，不同的动，就像他讲不同的转圈子，不同的动。对，他上学他会把学校老师或者是同学的裙子一个一个掀开然后我会不停地在教室里面跑，而且他也是特教的学生，可是没办法，没办法。结果他的妈妈去把工作辞掉，然后专门去照顾他，专门去学特教专门去上课是为了照顾这个孩子。是，结果呢有效吗？对，然后非常的棒，因为他到我家里来因为我们他会因为我有一个存钱的桶嘛，他会把我全部倒出来，倒出来，搞得天花。对对对，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的忙？帮我把它分开。对，里面有 quarter， 有一毛，有五毛，两毛五的，有 penny 的这样。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分？他很，因为他的数学非常的好，特别好，对。他就帮我分得好好的。然后在那边，然后我就会对我就会去抱抱他，然后我跟他讲你很棒。我觉得这就是真的是。要有付出非常非常多的爱跟耐心，是是是是，因为所以他很愿意到我的家里来。对，因为你给他爱，他一楼
地下室一楼二楼三楼这样不停的跑跑上跑下跑上跑下，对对，因为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大了，对，都住校，所以我就让他去玩去发挥，他把我每个抽屉的衣服会倒出来，然后我会请他再帮我放回去，他也愿意，他就有工作做，他玩得很开心。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两个自闭症的小孩子，都是数学好的不得了，不得了的，是是，而且他们现在一个是博士，一个是硕士，哇，所以而且他们的数学非常非常强，非常强，对，所以所以不能小看，真的要用爱，要用爱，是无止境的爱，对，谢谢，是啊，感恩您的分享，特别特别赞，特别赞，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自闭儿越来越多啊，他的临床的表现，自闭儿是先天，注意到先天，他不是后天发生的。所谓的先天就跟什么有关呢？跟因果，对，跟因果有关，所以他是先天的脑部功能受损伤啊，然后引发的障碍啊。他的临床有十个表现。不容易与别人混在一起，因为为什么？因为漠视周遭的人事实地物。他为什么会漠视？因为他的脑受伤以后，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你看他一直都在转圈，就是在强调这就是自我，所以他不断的彰显自我，所以他不容易与人相处，是因为脑受伤的原因。第二，强烈反抗学习，不愿意学习，而且拒绝模仿说话或者是动作。影片里头有没有那个老师也有要他学习讲话，因为自闭儿他有一个语言的障碍嘛，但是他特别不喜欢，就是自闭儿他有先天性的弱点，就是不爱学习，不爱模仿说话。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自主说话，跟我们模仿别人说话那是两回事，模仿是困难的。他也不喜欢模仿动作，为什么？因为他始终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顾危险，所以他喜欢的他就即便是很危险他都会想办法就是去奋不顾身使命必达。所以如果万一他喜欢的是危险性的枪炮啊弹啊，那就会比较麻烦了。所以他不顾危险，也不能接受日常习惯的改变，就是他的日常习惯，比如说摆铅笔盒就是一定要摆上班，那就是一辈子都是这样子，不容易改变他。这个从佛教来讲这是什么？执着特别的重。执着特别的重，就是他过去世的时候曾经是特别执着于收藏古董啊，我随便举例了啊，特别于执着于这个那个，执着太重了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不容易改变哦。经常有以手势表达的需要，就是说因为他语言有障碍嘛，所以他讲不出来，他就习惯要用手来表示。那有些小朋友他就不喜欢这样子的表达方式，莫名其妙的笑。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笑？因为他还是活在他自己的圈圈里的，对吧？所以他心里想了很多他住进来的，他从眼耳鼻舌身意看到了宇宙现象，他瞬间抓取的那个那个 image 可以上万，你瞬间就进来，所以他就是活在他自己的那个遐想当中。所以他搞不好在想到，哇，这个我将来会有一栋这海滩别墅，所以他自己笑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想到哪儿去了，对不对？但是他不喜欢被别人拥抱，看到没？他基本上他是不喜欢的，他是反抗的。但是我们的临床发现，拥抱是给他注入爱最直接的方法，所以对他是有效。那他为什么不喜欢？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这
不是，他为什么 不喜欢被拥抱？负能量嘛，负能量很强，所以他排拒嘛。对，外面的人事实地物通通都排拒，所以你拥抱他的时候，他会认为你是在侵犯他的自我。但是他需要的是这一个，因为你如果有办法拥抱他的话，你就直接给他注入正能量，他的活动量过高，看到吗？他一定会伴随着好动。所以他上个礼拜我讲到放生呢，我不是有讲我们北大有一个老师也是，他有一个就是自闭兼过动儿，对，然后带到人生小院的现场来，他们贤伉俪都来，老师跟夫人一起来，然后当然小朋友也来了，小朋友三年级，然后后来发现他就在那个人生小院的现场，就是绕圈，把我们所有的人通通都围起来，就一直绕圈，一直绕圈。他怕爸爸看了就觉得这样不行，就赶快把他带出去。带出去以后，他爸爸就没有再进来，为什么？他就要陪着他，要看着他嘛。然后妈妈就参加人生小宴。后来他爸爸就讲说：“我要参加下一场，因为这一场我都没听到，所以他下一场就换他来，他的夫人在家照顾照顾小朋友。他的夫人为了这小朋友，就从北京搬到那个山东，有一个专门训练自闭儿的那个中心呢，然后。”去那边学习了两年了，然后来人生小宴的时候，我问他说：“你到山东去学习有没有进步？”他说：“基本上没有进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受那个自闭儿专业的训练没有效。另外，我在那个宁波讲座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他从广东飞过来宁波见我，他说他的孩子就是自闭儿，然后我说你用什么方法？他说我自己就去学这个自闭儿的那个特教，然后我说他说然后我就开了一个中心，就是自闭儿的训练中心，然后也请了训练师啊、复健师啊的。好，关键重点来了，我问他说：“结果你发现这样的训练有效吗？”你知道吗？他停了三十秒，然后告诉我没效。为什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是我已经有两个亲耳告诉我，这样子的训练是没有效的。为什么？要举手发言，要举手。对，要靠近麦克风。对，那某些地方，然后老师会去看书，然后针对，对，不是说很自私的教学能够教自闭儿，对，应该是要看他整个情况，所以他的心是不一样的，对，用心点不一样，是 OK。 好，还有吗？还有人不同的答案吗？来，蒋露华。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自闭儿刚才法师有讲，他是先天的，代表是他的灵识出了问题，这是因果问题。但是我们去受训干嘛？我们是在现象界，是现象界的问题。你用现象界要去解决因果的问题，基本上这两个不同的层面，所以最好是双管齐下，要去接受教育，特教的教育来帮助这小孩。但是事实上出世间的方法要双管并行啊，才有办法看到很快速的有看到扭转的效果。好，所以蒋露华完全直击要害了，就讲了这是先天嘛，一开始我就已经有了伏笔在里头告诉大家他是先天的，所以你一定要重视他的因果的问题，你要去解套因果。你不能，
当然世间法也很重要，你有幼教，你有特教的这些老师来帮助，当然是很好啊。那为什么这两个人同时都告诉我没效？为什么？世间法是不足的呀、啊，对吧？因为你没有牵着做出世间法。北大这个老师，一直都跟着我有联系，然后现在北京已经温暖了嘛，对，我鼓励他要多放生，对，他很可认真了、啊、每天放啊，每天，对。宁波那个广东那个后来就没有联系，所以不知道他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他活动量伴随着好动，所以活动量非常高，精力非常的充沛，所以他很多的精力是耗在绕还有想他自己想要想的事儿，不愿与人视线接触，看到没？我一开始就说注意他的眼睛，注意他的眼神，他的眼神他不想要跟别人视线接触，为什么？告诉我原因。这题比较困难了、哦，师父来讲，当一个人负能量很强的时候，他是不敢正视问题的。所以你说很多人啊，算命就很 low 啊，他还在想，哎，男人天庭要宽，女人地格要饱满，太 low 了嘛，对吧？看眼神最准，我告诉你，王永庆天庭有宽吗？郑长林教授还跟我讲说，哎，啊，就是要有一点肉。我说，那王永庆有肉吗？马云也没肉，基本上是 ET 的翻版，好吗？对不对？所以那个看形都不准的，眼睛就是神嘛。所以你们来问事的时候，你真的都不能小看师父，好像跟你有声有说有笑，师父都在观察你。所以为什么我一能够马上就直断，你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好，所以他不敢跟人视线接触，就是他负能量强嘛。因为他负能量强，他才会有这样子这样子棘手的。到现在医生没有办法呀，这个根本原因从哪里来，医生也没有办法。要怎么样彻底改善它？因为医学还是停留在现象界世间法嘛，它没有深入到出世间法啊，所以医学还是拿这个病没有办法。好，再来，过度的偏爱什么？偏爱某些物品，像那个小超，他就特别喜欢什么铅笔盒，对吧？他喜欢的，他就很执着，一定要有它，对吧？喜欢旋转性的东西，我一直告诉你说，哎，朱毅老师手上的那个有没有风车？对，老师就是去看那个书上面就有写，他喜欢旋转性的东西嘛。对，所以老师就做了很多的风车，然后给他看。然后你注意到吗？他看到风车的时候，他眼睛就发亮了，那个对应到他先天性脑部那个受到伤害的那一个焦点了。然后反复怪异的动作，你能够指出来他的反复怪异的动作是什么？一直绕圈，那不就是反复怪异的动作？你会这样一直绕圈吗？着魔了，着魔了，对吧？是吗？他不会啊，就是他就是认为这个动作他做起来特别舒畅嘛，对吧？嗯，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来看治疗的方法啊。游戏疗法就是目的是什么呢？借着游戏的特质，发挥儿童本身的自我疗愈的能力，那抒发他内心的情结，看到吗？这是重点，我应该要把它标红。他最主要是他内心有一个寓意的情结，没有办法解开来，所以借由游戏的话，能够帮助他释放。他内心情结就是负能量了，对，可以来帮助他，使他人格朝正向发展。第二个就是行为疗法，我刚刚讲的是自闭症的这个教育当中最广泛被采用的是行为疗法，而且显示是有效的啊。
它是应用个体自发性的反应的行为，就是所谓的操作制约。我先把它念完，然后我解释哦，来改善与去除自闭症的状，自闭儿他的症状，还有不适应的行为，或者是形成为适应的行为，本来是不适应，现在改为可以适应，还有他日常生活，他可以来自理或发挥他的专业，这个是什么呢？行为疗法是这样子，那小朋友在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圈。他老师不是过去一直叫他吗？阻止他就是制约他。制约他为什么要制约他？就是叫他要终止了，对，否则他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他要制约他的不当的行为，然后帮助他开发另外一个适合他的行为，比如说他正在绕圈圈，绕圈圈，然后你就可以拉着他的手，慢慢的走到外头去散步，慢慢的他就会知道说，哦，散步比这个舒服，对吧？这样子的来发展他的适合他的那个行为，这个叫做行为疗法，还有感觉的综合疗法，我认为这个是挺重要。感觉的统合，我们的脑，我师父有讲过，脑有四个叶嘛，这叫什么？顶叶。然后呢，这里颞叶，然后呢，额叶，还有呢，枕叶。好，那他说感觉统合的疗法，来统整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叶？顶叶。顶叶是掌管爱的感觉也好，痛的感觉也好，酸的感觉，各种感，只要是感觉的话，就是这里。那现在要讲的是感觉统合失常，所以会有自闭症。那所以是因为脑功能的障碍，所以整个自闭症是完全是因为脑功能的障碍，特别强调它是先天性嘛。所以为什么师父要大家看这个影片，就是说一来也可以帮助王敬仁大菩萨、沈勤君大菩萨更了解就是家人的状况啊，二来它跟我们的 AI 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 AI 讲智慧嘛，对吧？好，那所以你看哦，这一段我认为这一感觉统合疗法是我个人认为是最有效，它是因为脑功能的障碍没有办法把注意到这个应该都要标红，视觉、听觉、触觉还有前庭觉，前庭就是管平衡，前庭管平衡还有肌肉关节动觉，所以有几个觉，视觉、听觉、触觉、平衡觉还有动觉，这五个感官要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医院会怎么样给他适度的刺激，比如说会去评估嘛，听觉有一种神经科的仪器会产生 click， 就是那种那种声音来刺激他的听觉神经，还有一种刺激光来刺激他的视觉，然后前庭就是平衡有问题嘛。我不是讲我收养的那个阿丹那个流浪狗，他就是受虐儿，他就是被打到这里都凹陷了，他前庭完全是没有功能了，所以他走路就是这样。通通都完蛋，吓死了。所以后来为什么把阿丹放到他们家去？就是他的那个平衡前庭受到伤害，所以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然后他又很年轻，才一岁而已嘛，对吧？所以他活动力很强啊，哇，又冲又撞，又冲又撞，所有的狗通通都回避，这肃静。只要有他在，突然就觉得天下太平，大家都很安静。
好，这就是前庭，前庭是管平衡的啊、哦。好，那这个五个那个，这个五个觉，视觉、听觉、触觉，还有平衡觉，还有动觉，这透过医疗的医术给他适度的刺激，有没有？这有些刺激。那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不能刺激过度，还要能够把它统合起来，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助他有效的反应，他就不会有效的反应有什么好处啊？他不会一直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头嘛，对吧？好，然后呢，接下来讲感觉综合疗法的目的是在提供上述这五个觉的刺激输入，而且适当的控制，医生会控制他，后尔技术人员会控制，让儿童可以依照他内部每一个人都有内驱力嘛，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才说人本来就是潜能无限，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内驱力，然后可以来引导他自己的内驱力，就可以来引导他自己的活动，他就不会这样子一直绕圈，一直绕圈。对，是要靠我。为什么说这个方法是最有效？因为他是开发他的内驱力，让他自己觉醒起来。所以这个方法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采用这个方法，自动就会形成顺应的那个反应，然后来促成和谐的统一。好，再来后面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艺术的治疗，就是所谓艺术是指画画，画画来帮助他自由展现活动，有创造性，他才不会揪在他自己的小世界里头，把潜意识内的压抑的情况，所以你看吧，潜意识，对吧？潜意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潜意识，当然就是涉及到因果的关系嘛，对吧？好，他有压抑的一些情绪嘛，累是压抑下来到这一世爆发出来了，还有冲突，要帮助他释放开来。然后得到适度的疏解跟满足，这样子的话会达到诊疗效果。再来音乐的话也是一种疗法，可以就是说用的方法都是大鼓跟脑拔、哦、就是那种比较粗重的东西，让他自由的敲打，释放他的情绪，那自我宣泄，看到没？对吧？好，然后最主要这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他培养他的注意力，还有他的想象力，稳定他的情绪。好，所以总共有五个方法啊，这个其实挺重要，因为自闭儿现在越来越多。好，师父就要从经典的教导来看呢、啊。慈悲药师宝忏就是我们4月17号下个礼拜六要拜的那个药师法会，要拜药师忏。经典里头就讲，众生若病。请你注意到，这个病不是指肉体的病而已，你的财苦、事业苦、婚姻苦、人际关系苦、官司等等都是叫做病，也就是业障。众生若病若业障，因同一病，应该是同一个业障。众生需要因同一药，你需要的药也只有一味药。若说多法，如果你说你有很多的病，是名颠倒。他说那个是叫做本末颠倒过来。你说啊，我有病苦啊，我有糖尿啊，我有肝癌啊，然后我事业不顺啊，我有破财啊，经典讲，如果你说你有那么多的病，那么多的障碍，是谓颠倒，你本末颠倒了。若具一乘实相，一乘实相就终极本质而言来说，他说何增何减？哪有你的病会增加或减少？你的财库会增加或减少？何垢何净？有污秽的还是清净的吗？有善的有恶的吗？他说有罪有福吗？他说都没有。终极本质始终是如如不动的，所动者就是你累世一直在那边造作，有时候造作善，有时候造作恶。善的来到这一世就感召善报，所以你会升官发财；恶的你都不去理他，来到这一世就感召
小人破财等等。所以他说始终一个病就是业障病，然后始终只有一个药叫做什么消业。然后因为如果这一个业障，如果说从紫微斗数，紫微斗数有十二个宫位，十二个宫位扣掉本命以外，就是本命的对宫就是你的遭遇宫嘛，其他的就夫妻啦，夫妻对什么？对你的事业，所以你事业要好，你的夫妻宫一定要非常的清净，而不能在外头拈花惹草。那如果是你想要财库好的话，对宫是福德宫，就是你要有福报嘛，你要大力培福嘛，然后你财库才会饱满嘛。所以它说是一对一对一对的，同一个业障，同一个业障落在不同的宫位，落在财帛宫，那就叫做破财；同一个业障落在夫妻宫，就叫离婚。同一个业障哦，请你注意到哦，是同一个业障，然后落在事业宫，叫做破产。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要落在哪里啊？那就看你过去是你用什么方法对付欺负别人嘛。你呢？过去在那个过去世，你花天酒地，玩了好多的人，来到这一世，说不定你就是妓女嘛。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个影片角色颠倒了嘛，对吧？就是动物跟人的角色扮演颠倒了，对吧？是过去是我们坑人家钱，这一世。就是会破财嘛，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因果的对应关系，所以始终就只有一个病而已哦。好，经典的教导，终身只有一种病，因此只需要一个药，一副药。如果有人说我有好多个病，他说那是本末颠倒的说辞，其实都是同一个病，就叫做业障病。只是落在不同的宫位，展现出来不一样。那你误以为说，我有破财库破损啊，然后有财没有库啊，对吧？因为你天造一宫嘛不好，你自然就会那个财库没有办法守嘛，对吧？然后我又有那个离婚啊，对吧？所以我就有好多的苦难。其实总括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病而已，就叫做业障病。业障病落在不同的宫位，展现出来的就是不同的苦受。对，好，所以应该怎么来解决？就是需要消业。什么叫消业？借由诵经念佛、持咒、忏悔。忏悔是释放负能量，诵经念佛、持咒是摄取高能量来补自己的不足。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清偿累世的这个业债。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来到这一世那个财库的洞没有补起来嘛，然后每一次赚很多钱，很快就有另外的个小人来把你拿去用了，对吧？至于根据一乘所言的终极本质，就是一切实相所说的终极本质而言，它是如如不动的，所动的永远都是你的造作行为而已。好，我在这边要特别郑重向各位推荐药师经，真的太受用。我自己每天，你看师父是没有任何的钱财，我从出家到现在二十几年，我手上是不会有钱的，所有的钱我一定就像蒋露华讲，我那么辛苦带长岛的大学的学生，没白天没晚上的，然后我把我的 high pay 就是我的高薪，都献给辅仁大学的那个宗教学系，因为我从那个地方拿到硕士学位嘛，对吧？我在海明寺出家，海明寺是因为你都一样，每一个寺院都是一样的，就是以你的出家的生阶位。来给你，我们不叫做薪水了，我们叫单金，单金单边的单，单号双号的单，
金就是金额的金，每一个月会发单金，都很少啦，大概就一两千块啊，就看你的那个职位高低。我到老和尚侍者的阶位的时候，一个月就有六千块了，但是我在海明寺的这一段时间，我没拿过海明寺一分钱，我就是今天拿到单金，我明天我就马上就把它乐捐出去。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拿？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嘛，你住在寺院，你吃不用钱，你穿不用钱，穿制服当然要自己买，对吧？然后你洗衣服、洗衣粉不用钱，然后你吹冷气不用钱，卫生纸不用钱，你什么都不用钱，谁来供养你啊？常住嘛，常住就叫僧团啦。僧团我们就叫常住，就是说你一直住在那儿修行的那个僧团就叫常住。常住要需要每一个月给你单金啊，他来供养你啊，对吧？常住要采购大批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来供常住的所有的师父来使用。那常住的这些钱从哪里来？从众生的供养啊，对吧？那像现在疫情根本很少人会上山去啊，常住还是会亏损啊，你相不相信？对啊，所以你怎么能够每一个月都跟常住拿单金，然后又吃常住的，又睡常住的，又用常住的，又拿单金？你认为这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嘛，当然是你还是要成熟，你才会知道这是不合理嘛，对吧？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很合理嘛，对吧？而且还太少了，对吧？所以这每一个人呢，这个思维高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至少师父出家二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拿过寺院的一毛钱的单金。对，就像我来这边教书教了14年，我从来没有拿过一毛钱的进师金，包括我那一年考上北大的时候就要出去了，就要去念书了，7月份。去带儿童营，然后那个他们要给我那个供养金，我都坚决不收。好了，师父你马上9月份就要去北大读博了，那你身上没钱？我说我怎么会担心没钱？该担心的是谁啊？是药师佛嘛？哎呀，你自己的事儿没管完，你还去管药师佛的事儿啊？对吧？药师佛，你看吧。求长寿得长寿，所以你有身体欠安，你应该要找药师佛嘛，他保证让你健康而且长寿。求官位得官位，这个官位是算命的官位，叫官禄宫。但是对一般人而言，我们有时候也写事业宫，官位宫就是事业宫啊。求事业得事业，求官禄得官禄，确保事业工作飞黄腾达。第三个，求富饶得富饶，所以我说是药师佛该伤脑筋嘛，对吧？怎么会是我会去伤脑筋啊？我根本就从来不伤这个脑筋，避免财苦逼迫，求男女得男女，生男育女，对吧？还有就是结婚了、啊，哎，你有没有怂啊？怂药师金啊？然后呢？所以什么？师父还有各位同学，妙吉祥如意。弟子沉迷回答师父问题，我是几乎每天几乎啦有诵，但是偶尔一两天是，就是几乎，那我也不敢妄语说每天都有。那像我今天呢，就是比较想要诵维摩诘经，就诵维摩诘经。嗯，比较随性的。对，就是这就是我个性的优点跟缺点这样子。嗯、对、嗯但，就是不规律啦，不规律，对对 对, 對，太随性了。是是，那你可以定课，就是
因为我现在还未婚嘛，所以我需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嘛，善缘的配偶嘛，对不对？才不会照三餐要挨打嘛，对吧？所以你这个是一定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你用功德来还，否则你就是皮肉痛来还，都在还啊，是吧？这道理一定要想得非常的清楚。对，还有度亡，有些人就说，哎，要去极乐世界就一定要诵阿弥陀经，对吗？当然不对啊，药师经就有讲，你诵药师经，他派八大菩萨来接你，你爱到哪一个国土，你就可以到哪一个国土，更强吗？对吧？所以药师经治百病，因为在讲那个什么病啊，治病嘛，对吧？你看哦，这两个很多人搞不清楚。第六大愿、第七大愿都在治病，但是你看第六大愿令残缺者，无诸病苦；第七大愿病苦尽除，身心安乐。两个有什么差异？请你告诉我，两个有什么差异？第六大愿令残缺者，残缺者就是耳聋的、瞎子，这都叫那残缺者嘛，对吧？他会好转嘞。不可思议吧？圣经里头也记载，耶稣也能够让瞎子看病，看能够见，能够看得见。这不是对圣人而言，这一点都不困难嘛？他就发愿，我要让残缺者能够无诸病苦，然后再来第七个就是让所有的病苦都能够痊愈。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第六大愿，就是连器官性 的不足，它都可以帮助你来圆满，这个是不可思议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妈妈郑美丽老师受到重创的时候，长达四个月都没有醒来，每一个人都认为不可能，不可能醒来，只有师父彻头彻尾从来没有想过他没有办法醒来。我一直认为只要我的那个用功勇猛的精进能够勇猛精进再精进，他一定能够醒来。你看吧，果真吧，是四个月昏迷他醒来了，醒来了以后就跟植物人其实也没有两样了，谁都不认得，窗子也不会讲话，手比那个，但是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对，就从这么困难的状况一直到现在也能讲话，也能够走路，自己都能够拿着那个四脚的助行器来走路，然后很爱漂亮，对吧？又回到他还没出车祸以前的很爱漂亮，这个颜色要配那个颜色，然后这上衣要配什么长裤，还配鞋子呢，对吧？好，就越来越回到他原来的那个状况。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在我的字典里头，我从来不认为哪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过关的，哪一件事情是不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师父就视线太多了嘛，我一无所有，但是疫情来临前，我每一年都要举办超过100场的活动，然后场场带来震撼与感动，对吧？钱从哪里来？你根本不用忧心了，你需要的是努力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不是倾家荡产来帮助别人，不是，那叫呆子嘛，对吧？帮助别人就是以同理心来帮，像师父没有钱啊，对吧？师父可能够怎么样？帮助回向嘛，帮助他的病苦能够解套嘛。像上次去年张慧珍来跟我讲说，他朋友要向他借钱，师父就说你不能借。哎，你说师父毫无慈悲心是吗？是这样吗？我告诉他说你一定不能借，为什么？你借了一定有去不会还了，不可能还给你。到时候他不还给你的时候，你鸡飞狗跳，你大量的负能量出来了，你何苦来哉啊？那你说，哎，师父不是很慈悲吗？怎么现在突然不慈悲？错了，你可以用他的名义去乐捐嘛，把功德回向给他嘛，用功德给他嘛，你借给他，不管你10万、5万、100万、500万，他们
不到一个月，就人就小人来把他骗光光了，没有用，因为负能量太强了，感召来的通通都是小人，你给他越多的钱，他感召越多，所以方法不是那样子，应该是你不能借钱给他，因为师父已经看出来他不可能，他没有能力还你啊，对吧？那你还是要帮助他啊，怎么帮啊？以他的名义去行善、乐捐，用那个功德还回向给他，帮助他嘛。他需要的是功德，需要的是福报，他才有可能站起来。你给他钱是没有用的。好，所以这两个大愿，老蒋您特别注意。那这边我们也有，哎，没有药师经吗？今天没有拿药师经，谁？哦，那边已经没有了。好，派你美丽的大使，不是现在，当然开什么玩笑，当然不能是现在。对，下个礼拜你就负责报多一点药师经了，因为药师经真的很重要。师父到现在出家二十几年了，我每天一定诵药师经啊，是不是？你就可以知道。当然我也诵文殊的经典，维摩诘经都诵了，对吧？好，脑科学跟生存之道，因为我们会涉，我们要讲 AI 人工智慧，一定会涉及脑科学嘛，对吧？哎，关闭了。要下课了，这个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不再重复啊、哦。这个就是在讲我们生命的形成啊、哦。好，下一个没有讲到，这个没有，我要从这边开始讲一点啊、哦。无性生殖跟有性生殖，无性生殖就是像细菌、大肠杆菌啊、蓝藻这种菌类，都是进行无性生殖。无性生殖是什么呢？就是它细胞直接分裂了，它分裂的时候，它的被分出来的那个子代跟我分出去的那个亲代，中间是完全一样的，它不会因为分裂而产生一个新的个体。我们是不是无性生殖啊？我们是有性生殖。有性生殖跟无性生殖最大的差异在哪里？有性生殖的我们，就是我们跟下一代中间是我生出一个新的个体把它养大嘛，对吧？所以我们是有性生殖。可是细菌它都是无性生殖，它直接分裂，因此细菌它没有死亡这一回事，它就是用分裂的，它不造成新的个体嘛。但是多细胞生物，大部分的多细胞生物都是属于有性生殖，它会产生新个体，所以呢，它就会产生了新的后代。所以，像有性生殖生物，它的寿命，或者是称为寿命尽了，就称为死亡。所以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有性生殖的死亡必然是同时存在在地球的。有性生殖一定会有生嘛，就会有死。为什么？因为它生出一个新的个体嘛，对吧？因此，死亡可以说是物种的生命的转换点。这一红标看到没？就刚刚我用那个蛋壳，就是最好的解释嘛。就是我鸡蛋打破了以后，鸡蛋算是已经死了，可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七出来了嘛，对吧？所以是靠什么来转换？有性生殖靠死亡来转换，新的个体。好，生物时钟这个挺重要。地球上，所以刚刚讲半天，我师父想要说的是，地球上面的生命因为不断的分裂啊，不断的转换啊，死亡啊，转换啊，转换生命的形态啊，所以已经长久以来。至少哺乳类，我们知道达尔文说已经有500万年，我们就哺乳类嘛，对吧？那么长久以来，已经知道要怎么适应整个宇宙的行脉动了。2017年，有三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是美国人哦 ，Jerry Hall， 还有 Michael Rosbach， 还有 Michael Young， 他应该是香港的人了，应该都是到美国籍了啊、哦，用嘛，对吧？这个发音就不是台湾人了。针对生物钟来进行探究，成功解密生物我们人体的内在的运作的机制。他们就发现，就是不管植物也好，
动物也好，人类也好，自身有一个生物链，就是生物的节律 circadian 啊，跟地球的这个转动保持同步哦，这个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红字，就是我们，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各位二十三点要休息？二十三点以后是叫做属阴嘛？阴阳的阴，二十三点以前是阳嘛，对吧？阴阳就是自然的节律。我们的这个阴阳的节律是跟整个地球的运作是同步的、啊，所以你不在二十三点的以前嘛不休息的话，你就违反这个地球的运作的节律嘛。就像闹钟有没有？你们去买闹钟的时候，闹钟店有没有跟你讲说你要调整的时候要怎样？逆时钟调整，你不能说哦，我现在时间慢了，所以我就顺时钟转动，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它后面的发条就好像地球一样，然后你顺着走，刚好是跟它的齿轮是相违背的，你的闹钟很快就坏掉了。一样嘛，你该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你就是违反整个地球的运作嘛，你这个人经常都很晚睡嘛，张彦斌也是很晚睡嘛，翁翠萍也是很晚睡嘛，林柔昨天超过十一点还在给我发信息嘛，对吧？对，逮到好多个嘛，对，谢明忠对不对？对哈，对，所以为什么？科学家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听哦，对，因为科学家用果蝇来做示范给我们看，分离出来了一种蛋白质，晚上它能够积累，白天它就分解开来了，所以会在夜间不断的积累，白天又不断的分解，所以这三位得奖人他们发现了这样子生物的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呢，跟其他的蛋白质成分，我少了一个字，蛋白质的成分呢，科学家发现了细胞有能力管理自己，它可以自我运作，这个发现帮助我们人了解什么？了解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其他细胞，就是多细胞生物的有性生殖的这些生命体，它有一个生物钟，就是 circadian clock， 或称为生物节律，又称为阴阳节律，或称为昼夜节律。他说这个是跟地球同步在运作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啊！为什么二十三点一定要休息？否则你就违反地球的运作嘛，对吧？你就鸡蛋要去碰石头嘛，对吧？你的身体又一定不会好嘛。求生存的能力，这边我要讲，这个挺重要。大脑它有求生存的能力，所以为什么自闭儿他大脑先天性的受到伤害以后，他的人际关系不良，他没有足够的生存能力。来，我们来看一下，大脑有几个，我现在只列三个，因为下个礼拜还会连载哦。第一个是使用符号来进行推理，所以告诉我们大脑它本身就有什么能力啊？双重的表征能力，比如说吧，看到五角形，你看到五角形这个符号，你马上会想到什么？五角大厦，好不好？还会想到什么 ？Chrysler 汽车，对吧？然后也是五角形嘛，对吧？就来告诉我们什么？你的大脑不是单一线在走的。你的大脑看到一个形以后呢，它马上自己就推理了，演变很多很多啦，对吧？那你们可不可以再给我举一个例子？哈，你看到钻石要送给我，然后你想到什么？啊，五角形，钻石是五角形吗？它多角形吧？对，切割的问题吧，切割。还有吗？两个符号的，两个符号。那个什么，奥运不是五个圈吗？
代表什么？五大洲嘛，整个地球有五大洲，共同和谐运动来帮助人类嘛，对吧？然后四个圈看你想到什么？奥迪汽车，对吧？所以代表你本身你就有推理的能力嘛，这就是大脑的生存能力。你如果没有这个大脑的，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你就是人生五大事会有一些障碍嘛，对吧？自闭儿就是这方面它是有障碍的。再来，大脑先天有适应各种异动的能力，比如说南亚海啸来了。如果我们是在那个情境里头，很多人死了，残存的人他难道也死了吗？没有啊，残存的人越活越强壮。为什么？他发现他不能再靠谁了，他一定要靠自己，因为他最亲爱的人都走了，所以他越来越强壮。这就是食物为什么要训练你们要强大生命力嘛，来应付来抗衡所有的可能的无常。所以这也是大脑的第二个求生存的能力，就是意思就是说，不管把我们丢在哪一个情境里头，你都有办法过活。这个是大脑的求生存的能力。第三个是随机基因的突变，就是让人类的老祖宗能够直立行走起来。我们的老祖宗本来都是像猴子、像黑猩猩一样四脚走路的嘛，然后因为气候的强烈改变，因为土地的结构改变，他为了要从东非，我们的老祖宗最早是从东非嘛，从东非走出来，那个环境太恶劣了，他要走出来，他要这样子走，是不是就很累嘛，对吧？然后就他就想，哎呀，是不是能不能轻松一点啊？每天这样子想，这样想，然后突然随机的基因发生突变，他突然能够站起来走路，就像师父现在这样。然后空出来的这个手要干嘛？你如果四肢都在走路，你就没有空出来的手，对吧？你两只脚在走路，你就有空出来的手来干什么？来帮助开发你脑的能力，而不是用四肢来强壮你的骨骼而已，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就科学家就发现，人类的额头上有一个额叶，也是讲到这里，额叶前额叶 frontal lobe， 然后特别有一个特别的区块是称为前额叶皮质，这个皮质以后都会常常讲到。无比重要 ，cortex 这个，你先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好了。这个前额叶的皮质，它负责管理人类的认知，所以你能够认知到，这个是什么病，那个是什么病，你能够认知到 AI， 人工智慧的重要性，是要感恩有这个前额叶的皮质，因为它要负责，认知嘛。我们就讲这是感觉嘛，顶叶，然后额呢，额叶是。认知还有执行策划通通都在这里，有没有？学习也都是在这里。好，所以前额叶特别是这个 cortex 前额叶皮质特别的重要，它来帮助我们认知，以后还来帮助我们执行，对吧？解决所有的困难，我们的情绪的冲动管理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前额叶的皮质区就是 cortex， 它调控了我们很多的行为。我们看到自闭儿，他为什么他的行为没办法调控？他就是一直绕圈子，一直绕圈子，一直绕圈子，这个有问题吗？他没有办法调控他的行为啊。那这一个有多重要？这边要标红，我没忘了标红哦。这个前额叶的这个cortex 就是 prefrontal cortex， 它有多重要？它来彰显人类跟动物最大的不一样，是这里来决定。还有成年人跟青少年最大的不一样，也是来这里来决定。所以这个也是大脑能够求生存的第三个原因。下个礼拜还会再连续剧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不知道，你要说你要跟 AI 对话，老实说其实很有困难的，非常有困难的。好，今年知道。
生死对话，九点半了。快速讲一下好了，生死，诸佛为什么要出世？我快速念一下啊，诸佛，诸佛世尊唯一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就是说，世尊还有诸佛，他要出生跟我们在娑婆世界，只有一个因缘，只有一个原因。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诸佛世尊要帮助我们，开佛之见，就是说了解佛所讲的这些知见道理。那这样子的话，所以他们必须要下降到娑婆世界来示现给我们看嘛，对吧？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是除了教导以外，你看不懂啊，所以他要在你面前示现给你看嘛。所以是释迦牟尼佛，有创建僧团、制定戒律等等等等，还有欲令众生悟佛之见，还要你开悟啊！你不是只有听闻，不是只是看到诸佛怎么做，还要学会开悟。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诸佛世尊下降到我们的娑婆世界，这一个来告诉我们什么？诸佛出世只为了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是什么事？是什么事？诸佛这么辛苦要来到娑婆世界跟我们住在一起，他的功能彰显在哪里？他最主要是要干嘛？那不见得，那不见得是什么？他要我们了脱生死。什么叫做了脱生死啊？很多人对了脱生死有错误的知见。有人说了脱生死，佛教不是很会鼓励人家要自杀吗？了脱生死啊，错了啊！什么叫了脱生死？认清楚生跟死是一体的两面，认清楚生跟死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认清楚这所有宇宙万象都是二元对立，这只是在宇宙万象而已。对终极本质而言，终极本质始终是如如不动的，所变者是你自己的造作行为，感召不同的果报。诸佛世尊来到娑婆世界，最主要就是要教导我们这一个大道理，了脱生死。所以六祖坛经又讲什么啊？生死四大无常迅速，生死是一件大事啊，这也是世尊要来示现给我们看，否则我们看不懂啊，我们还是认为我们就喜欢贪生怕死嘛，对吧？可是诸佛世尊来示现告诉我们，生死一如是同一件事，就像那个蛋壳一样，对吧？它只是一种转化，生命形态的一种转化而已。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其实这很重要。分段生死，我简单的讲，我们人是随着寿命而死，这个叫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不是这样哦，变异生死，请你要注意一下，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变异生死。只圣人的修行境界，的转化、提升、转化，每一次的转化与提升，都可以称为一次的变异生死。三乘的圣人，三乘指的是什么？三乘指的什么？声闻、缘觉，还有菩萨。好，已经断了见惑跟思惑，所以了脱分段生死。因为修道的层次，所以冥想渐渐的少嘛，证悟越来越多，所以这又是一期的生死。然后由前期走到后期，另外一度的生死。这样子我保证你有看是没有懂啦。我现在放上个礼拜的这个图给您看，你就会懂了。这个就是蓝屏你最喜欢的地方，就在这里。有相的因果律，你什么都要有相嘛，我要去助念赚功德嘛，对吧？都还是停留在有相，这是有相。所以有相所赚的是叫做福报而已。然后呢，来到这个彩色的这里叫做什么？无相。
是开始修慧了，就是一个层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层次思维拔高了，所以 你就不会在乎我今天有没有去有没有去助念。助念你在家也可以助念啊，可不可以？你说那我离死人很遥远啊，哈，诵经念佛持咒，可是这个好像用在这里好像不那么直接啊，哈，波动力学啊，对啊，波动力学之父不是讲你在哪里你都可以把你的能量传到你所要的，你要抵达的那个人是实地物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亡灵的面前呢、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坐在佛像前面呢、啊？对吧？这毫无道理嘛，对吧？这就是代表当事人他是不懂这个道理。我要说的是变异生死在这里。好，所以这一个每一次的思维拔高，就带来能量的提升，这个就叫做变异生死了。然后这里能量提升了以后，智慧又带来拔高了，这又是一个变异生死了。然后这个智慧彰显了以后，果位又提升了，这又是一个变异生死了。到最后证悟到现象界跟终极本质圆满合一，所以这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那这里呢？这里是什么生死？分段生死嘛，所以这个是凡夫俗子在做的事啊，这样可以懂吗？这多重要啊！讲半天，那好多人变异生死搞不清楚啊，对吧？每一次的拔高，所以师父为什么这么在乎？你们一定要想办法要分享，训练你思维拔高嘛。你思维有拔高的话，同一个困难，你很快你就超越了。就像王慈琴大美女。他要转三趟车，他还没有来上课以前，光想就已经累死了，对吧？来上课以后，思维拔高了以后，现在倒回去看，哎呀 ，so easy， 对吧？一点都不是困难，转三趟车，同一个困难啊，困难没有减少啊，但是他为什么觉得太容易了？为什么？思维拔高了嘛，这里嘛，思维拔高了嘛，所以。带来能量提升了嘛，这叫变异生死，变异生死，然后智慧彰显了嘛，你看到他智慧真的进步很快了，对吧？他的分享都特别好，果位也提升了嘛，这每一个都是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这里就是分段生死，这样可以理解吗？啊，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好，那这个我们就先不要讲了。入不二法门，菩萨跟众生来共生死。